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张杰和夏如芝新婚八个月，今年九月份生下女儿小芝麻。日前两人上年代 March 听妈妈的话录影，分享婚后交友地雷。夏如芝却因为张杰和异性有私密互动气炸，还秀出她和女星亲密合照证据，引起全场公愤。夏如芝上节目爆料老公张杰暧昧女星行径图，年代 March 提供。夏如芝说，两人刚交往时，有女星在脸书上传与张杰亲密合照，写下情人节快乐，张杰也在留言区暧昧留了一个爱心，粉丝见状纷纷大赞，表示两人在一起好配。张杰连忙解释这是为其宣传，夏如芝却气到怀疑这份感情，反问你看到是什么感觉，让他一度语塞，一脸歉意。女星 PO 与老公张杰亲密合照惹夏如芝不悦图，年代 March 提供。张杰解释他和女星在戏里饰演一对情侣，女星上传照片下方也有标签戏剧名称，很明显就是在为戏宣传，但夏如芝不买单，当场公布亲密合照。只见照片中两人几乎脸贴脸，女方还用手抚摸张杰头发，连主持人小珍都大喊太超过了。夏如芝气说两人还会用戏里的昵称在留言区放闪。张杰一脸无奈表示，当时看到照片被挤凉了一下，觉得不太好，但也不知道要回应什么，回家后发现老婆脸色不对，才知道她很在意。夏如芝认为自己不是不讲理的人，只是希望她能够懂得避嫌，例如留言要清楚回应，让粉丝不会误会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